早晨大家好，早晨大家好。嗰个星期二啊，八月十六号落雨啊，落雨啊，系啊。但我翻到嚟嘅时候收衫啊，哦系啦，唔系好彩，我搭到去旺角嘅时候咧就落紧嘅，但系一过海咧就雨过天青咁样，一个糟大，即系有靓女单把遮俾你，最好啦，发梦，唉。点啊？因为始终揾喺我今日睇啲新闻咧，有边啲系觉得几得意嘅嘢咧，系可以 cover 下。咁咧系有人知紧我食紧啲咩喎 ？Cream cheese bagel 系啊，冇错，就系下边嗰间我好耐之前佢第一日开啊嘛，系间 coffee shop， 我咪买咗一个，跟住里边得一个啊保鲜纸咁薄嘅 cream cheese。系啦，同埋个 cream 都计得几准喎，啲成本。哇，真系好考工艺啊，大佬！你想闻一个啊保鲜纸厚度嘅？啲保鲜纸系嘅厚度系薄过 condom 啊？系嘅咩？啊，薄到正常系零点零一，唔睇你用开几厚啦。大家用开几口啊？大家可以投票的系啊，零点零一、零点零二、零点零三，系啊，系咁啊。今日咧，其实就想讲，佢好记得我咯，系嘛？系啊，所以我再次帮衬啊，事隔咗差唔多半年，终于查翻好啲。落雨啊，我冇带车啊，系咁又去唔到其他地方买咖啡。我想问你，呢杯咖啡都喺下面嗰度？系啊，饮啖先睇下 O 唔 OK 啊？上次又窿咗嘅，唔得啦，咖啡窿咗。今次又 overheat， 辣亲个嘴。有纸巾，系咁啊！今日要讲嘅嘢就系、是，就系食播啦。食播之余，再加呢、這个讲下呢个 Michael Burry 啊。咁啊，呢个咧就系、是美国一套好出名嘅戏。嘅嗰個主角嘅原型啦，就係叫The Big Shot。咁嗰個 Michael Burry 咧就成功喺呢個次貸風暴入面賺咗一大攞錢啦。係咁今次咧佢又再做咗啲動作，就係第二季嘅時候咧，佢將自己所有股票清倉，係啦，清倉得翻一隻。佢有冇 short 先？冇講。因為佢 short 嘅倉好似冇講，但我見到佢話佢本身有11隻持股，減到得翻一隻。佢分定係 personal？ 分係佢嗰個叫咩？Silicon Management 咁樣咯，係啦，咁樣就淨係得翻一間，咁嗰間咧就係、是、做一啲即係美國本土嘅私人監獄啊嗰啲業務嘅嘢。你同行喎、啊，你有做啊？問住邊個先？啲唔講得嘅，係不過同行啦、啊。問住邊個先？我问住啲靓女啊，嗰啲唔监狱嗰啲，嗰啲咩啊？嗰啲系柬埔寨喎，缅甸喎。哇，呢、這个又好笑，呢啲摊嘢又系好笑喎。台湾嗰个 KOL 系啊，琴日先讲完嚟嘅，但系冇样嘛，睇唔到样嘛。系啊，嗱有样嘅，嗯，唔系我你话嗰个对话有样，俾人轮奸嗰个 KOL 俾人放咗，可唔可以？有样嘅，系、哦，不过受害者咧就唔讲啲太衰嘅嘢啦，系咯，但系好难，见到你，我见到大佬你个眼神，我忍得好辛苦啊，好想讲八卦。早晨啊，大家好，系，跟住点啊？台嘢点啊？咁今日又讲起呢单嘢啦，咁大家都知道佢准过一次，咁成功嘅时候，你成功咗一次，就预计成功第二次噶啦。咁啊，中埋咗神噶，系中埋咗神噶啦，嗯，即系上神台噶啦。但系点会唔中啊？今次系咯，咁啊，大佬点睇咧？即系啲连即系呢啲，即系都神级人物咧，即系真系清仓。喂，你睇下依一两年啲 VC 输入扑街，嗯，讲完啦，系咪啊？即系如果你唔系净系做美国。你做環球的 VC 出業的輸入就糟糕了，是啊，現在賭只不過是
个孙正义系最表表姐啦 ，rewalk 搞到佢真系要 walking again， 系啊，go to school by foot 啊，on foot 系咪 on foot？ 哎，sorry， 唔系 that grammar 系啦，系啊，真系好喂，输到呕吐，系啊，真系输到呕吐。嗱呢个呢单啦，系咁样，上季几乎清仓，得翻一只，唔系好正常嘅，其实系喂，俾你嗱。真係好老實講，我唔知道聽眾點睇啦。俾你覺得其實短期嘅潛在收益有幾多少？即係向上行嘅機會有幾多少先？即係美股啊，我唔講港股，唔講咩啦，就係睇美股。逢彈就真係大手沽翻落嚟。逢彈就啲分你見到減倉，嗯 ，keep 住減。總之一彈就走啊啲人。是啊，不是港散户，但是现在市是美国其中一个decade 或者其中一个时段是最多散户投资者，嗯，仲不死啊大佬，我一旦我不沽掉晒你部尾，其实挺开心，我是大即是揸住眼沽，系咯，眯埋眼沽，因为知道大把散户入场，有人接啊嘛，系咯，其实很开心，作为一个持股，喂，所以你不现在清，你几时清呢？是喂，你要知道呢個分要清貨，當然啦，美國 turnover 咁勁，咁唔係難啦。同埋有好多algo chair 裏邊嘛。其實而家啲可以咁講啊，好多呢啲 so called 大户啦 ，fund man， 其實就係諗計 trigger 到個 algo 追你貨。係啦，即打中啲位嗰啲，打中一推、OK algo 出，再推就去貨俾你。因為Algo 好多都要扣貨啊嘛，即係佢係不斷咁催促到，咁你一食咗第一盒咧，追住咧就鯊魚追住血咁樣，呢只嘢俾佢 check 到，跟住又 keep 住同你玩，咁啊其實好多人都係做呢樣嘢，即係你講緊喂，去到之前啊 HKD 嗰啲擺明就啊低位俾人 short 咗，跟住夾上去，跟住另外一 part 就係 underway 嗰個同。大股東是兩件事嘛，你買了手飛給我，我夾到天價關我夠，關我夠什麼事呢？我沽到我賺，其實是包銷的賺曬嘛，有什麼所謂？其實正，即是他那個這樣夾法，當然是正啦，真是，問題就是又被人沽空嘛，到後來就沒得沽空那隻，就stop了個沽空，因為被人搞，即是被人看實嘛。咁搶，大家都冇得沽空啦。因為佢好似最高市值，好似去到全球十大噶嘛。九大，九大係第九。哇，其實都勁嘅，都勁啊，都勁啊，真係。咁啊，冇啊，比你都會清啦，清啦。咁啊，可以詳細少少講啦。係，套戲你有冇睇啊？我哋講埋影評啊。哇，呢套戲真係要睇，因為係睇即係影即係。嗰、那個主角原型咧，就真係影住佢點樣去拆解嗰個次貸嗰個危機出嚟。咁佢點做呢？咁佢咧就去咗啲鄉下地方咧，睇下啲房屋入面有冇人住。係，跟住咧去咗一兩間，入面空溜溜。呢個叫咩咧 ？Due diligence 係啦，係啊，真係去查係啦，係啦。跟住咧，仲要點樣咧？揾到個房東，個房東咧就冇收入嘅喎。原來是好像普通掃地的，即是供不起，沒有供幾個月了，嗯，是的，已經沒有供幾個月。跟住呢，還有情況是怎樣呢？他不是只有一間，他有三四間，嗯，是的，即是一個掃地的人，不是歧視啊，他說的那陣時候，因為整班炒樓，是的，跟住呢，其中一個主角阿媽都有，是一個地產 agent 來的，是的，是的，自己都好好多間，實升啊，個個都這樣說，是的，是的，因為那陣時候他們批個按揭咧，即係好平，好好當應該咁講，當時嘅 due diligence 又做得唔好啦，批嗰、那個，即係你知道一個冇能力還嘅，但係照批咯，冇去到鄉下啦，係啦，做翻去做，係啦，即係 office 咁樣睇文件咁樣，點知你去到發現，哇，原來情況係咁樣，所以佢咧就好 firm 咁去沽，但係咧佢沽都唔成功嘅喎，一開頭，因為點解咧？他講到話冇人會想跟美國的房地產作對，咁佢哋就問一樣嘢，點解標普？點解你哋唔下調嗰啲債嘅評級？
因為就係如果佢就知道話，如果你下調咗評級咧，成個市場就 PK 啦咁樣。我估咗點解你唔幫我估？即係你唔幫，係我就係等你下調嗰下啫嘛。點解你唔下調？係啊，點解唔下調？我估咗好多，我死啦，差唔多，我頂唔到啦，頂唔到啦，係啦。咁啊，跟住標普就同佢講：都咁早試我食屎啊！系我食屎啊咁样，系其实真系咁样意思咯，系我冇生意咯，系啊，成条华尔街食屎啊，系啊，我哋做咩怼冧佢啊？系啊，咁最后真系成条华尔街食屎嘅，系啦，系，其中一个主角就系喺执咗粒嘅，系啦嘅，唔知好似高盛啊，佢即系佢嗰个系影射高盛咁嗰啲咯，系啦，即系入咗执执嗰间咧，就系房利美嗰啲咯，系啦，房利美、丰泰美嗰啲，系啦，系嗰几间，同埋 iPad 系咪美林系？我記得美林賴嘢嘛，係啦，邊間好似美林都係俾好似美好似美銀買 Q 咗佢嘛，後屘收咗佢。好似係美銀 BOA， 跟住咧 BOA 係俾貝萊德買咗嘅。哦，係啊，我記得係咁樣嘅。BOA 賴咩？我記得 BOA 係啊，唔好似唔係 retail band 嚟，係 I band 爆啊嘛，有間。大家記唔記得啊？嗰個金融風暴，所以講係係啊，邊間賴嘅嘢啦？真係 recall 唔到，但我記得嗰陣時係市場蛙言，蛙言因為都我嗰陣時仲讀緊書，係我嗰陣時都係，係係，所以畢業比較遲，唔好意思，資質嘅問題啊，咁啊冇計啦，係咁啦，係，所以就出咗名啦，出咗名 ，BOA 係啦 ，BOA 嗰時跌到阿媽都唔認得，係去到一蚊 ，Netflix 有冇得睇啊？有，你試下 search。一住孤集，大陸嗰啲網站咧，即係好清嘅，冇版權嗰啲。係嘅咩？其實呢套嘢真係好 hit 啊！所以你一上 Google 咧，周圍都揾到嘅。嗱，好啊 ，One Big Shot 係咯，好似 Big Shot， 你 search Big Shot 就有嘅。喺其他 website 有其他同名嘅電影。主角系正男，我知你等紧你，我等紧你，我知啊，系啊，你唔好 search 啊，弹晒啲嘢出嚟，搞到电脑中毒啊，系啊，你唔好见到镜头白色咁样，你唔好 one big shot， 即系走入去 end up 做咩啊？射屏，系啊，其实系中文名嘅，咪住孤宅咯，系咩？喂，孤住一宅，孤住一宅。差不多啦，一注孤宅又变咗另外一样嘢啊！小心啲，系咁啊，大家参考一下啦。好旧啊，都系啊，都十年前嘅啦，好旧啊，系啊，参考下咯。新片你会睇啲咩？冇呢排会唔会睇《过天乐》？睇过多排有廿五号，大家啊支持下，睇啊，系，但系香港。你諗下內地個市場咁大，嗰、那個評價咁差，香港個市場咁細，好難評價好，我覺得。係啊，即係你個 base 嘅問題。係係。咁你香港你支持唔住咯？嗯，香港市場太細啊，始終太細啦，係啊。係啊。咁大壓力點？哦，啊，古天樂。佢澄清咗自己冇喊嘅，哦，系啦，熱得滯啊！佢話熱得滯啫，雖然嗰個冷氣教到12度，系啦，我真係要住喺北極。我認真，我真係覺得嗰套戲咧，大家即係每個炒股嘅都應該睇一次。啊，你話《明日戰記》都要，係啊，可能過呢一排咧，見到個市。即系冧咗落去嘅事，冇嘢做都系睇一次。唔系，如果个事咧之后咧，即系好似 Michael Berry 咁冧咗落去咧，你就会谂起《明日战记》。嗯，谂起未来个股市系点？跟住谂起古天乐热到要抹眼睛。哦，系啊，系啊。咁佢讲到啦 ，Michael Berry 就话之前警告过美国消费开支咧会有麻烦来临。咁话市场嘅愚蠢咧。正是重複上演，咁咧佢直情講到喺五月嘅時候咧，已經覺得有2008金融海嘯前夕嘅感受。哇！我年頭已經覺得啦，係所以大佬係真即係準嘅。嗰陣時講到話，即係年內高位就已經見咗啦嘛。唔係我俾人屌嘅，但係係咩？真㗎，真係講粗口。哦，係啊，咁嗰啲人應該唔存在了。係啊，希望佢睇好啲啦。
系希望佢射手好。Part time girlfriend 套戏几正，系啊！我谂住角逐提名呢、這个金马奖最佳诶、最咩新晋男演员啊！诶，你有喺入面嘅咩？我有啊，好重气氛噶，系咩？系啊，有大约五秒左右啦，但系嗰五秒有嘢讲嘅，系啊，唔系 KFC 嚟噶。嗰五秒嘅演出係精湛，係咪就係嗰啲咩 The Big Shot 嗰啲？嗰五秒都可以咁理解嘅，都係咁精彩。The Big Shot 嗰五秒，佢都想，我都想，係啦，我都想，係有對白，係睇下聲。今日又話啱啱見到有人問只3800啦，睇下啦。咁啊，出咗公告係嘛？认购可转债，咁本金最高咧78亿。嗯，嗯，借钱翻去俾咯。不过呢排咧，3800都好似跌穿晒位嘅。系啊。哦，因为始终之前即系之后早前冇讲过，我觉得咧啲太阳能光伏股咧系行内人系先炒起咗先嘅。嗯，在七月中的时候呢就出了个 news 嘛，说上半年内地的全国的多晶硅产量按年增长了 53%， 那就解读是好消息来的。但呢因为已经升了一段了，那你出一些好消息呢其实都是派回下去了，刚好。那那个可转债就大家怎么看呢？78亿。純粹都是轉翻啲錢落去佢公司嘅。唔係，佢而家係借錢俾公司啊嘛。係啦，係啦。有買個債啊嘛。我咪佢自己咪掟翻啲錢落去咯。咁問題就係、是、啊，有冇息收先？咁換股界時候，其實問題係會唔會借依樣嘢去做一個炒作咯？嗯、即係我借俾你，但係升到4毫2，我換股。係。講真，佢個 percentage 都唔使換啦，即係其實已經有一定嘅。control 噶啦，你見到係20几%，其實某程度嚟講，其實好多係變咗係喺街度夾嗰手嚟、嗯，即係炒嗰手咧，即係佢只不過係一個點講咧，佢係一個創始人啦，係，而家 hold 住一個主要股東一個 post， 間公司嘅營運係佢嘅，嗯，咁啊。出呢啲咁嘅 news 係因為依排回得太勁啦，咁大家都覺得，喂，之前都講啦，喂，其實派唔到幾多喎，咁要做咩咧？咪掟翻個消息出街咯。唉，大股東都睇四個月，啊，即係覺得而家平啦，平你點下街買啊？唔該，係咯。諗起嗰陣時嗰個咩，賭王嗰個仔何猷啟嗰間、嗯、又係咁插咗落去之後咧，同大家講話，我會買到翻回購翻3亿，回購到去唔知4蚊零5蚊咁樣。係係。點知就其實自己錢都唔使嘅，個 Sky 幫你掃到上去。係啊係啊，即係放個料出嚟。問題就係大家知道佢嗰個 cap 敢買 OK 嘛？今次係借錢俾公司，係睇4个2，咁個效用又好差好多啊！佢唔係話喂，屌睇10蚊啊，即係。看個價4个2，其實真係諗住浪一浪，嗯，即係我覺得都係依啲咁嘅伎倆咯。係啊，有冇話幾耐啊？筆錢停咗 A 股喎、哦，嗯，冇啊，其實未係一個。落實咗嘅嘢嚟，即係有呢個構想，所以A 股要停去睇樣。不當然啦，個 board 都係佢哋自己嘅，可能一個手續嚟。但係只不過係一個幾百億嘅人攞翻10亿美金擺落去，但係再借嘅，咁睇下會唔會托到個股價，就係咁樣嘅啫。但係3800之前講咗咯，係咁玩嘅。總之有細跟一定扯上去嘅，有咁高扯咁高。落咧就真系段段挫下挫下落，咁为咩啫？就系、是、等你班有势濑嘢啊嘛。
等你哋入場咯。係，咁所以由佢啦。由佢。聽講你有睇只騎士達喎？誒，係啊。六幾啊？六九爆啊！六九幾一百係啊。今日啊，琴日一棍已經好高，好高啊、我琴日已經走咗好多貨。誒、欸，係啊，所以自己睇落啊。好。這個要聽啊，係咯，廿零億其實差唔多噶啦。係，我都冇啊，我都係幾幾驚喜嘅，即係都炒到上廿億。係，梗係得啦，潮州佬嚟嘅喎，大佬。係。阿老闆好多生意，咁最主要其實做咩咧？就係做跑車。係。係啦，玩具。係啦。咁啊，都係拉尼啊、Bentley 啊、Benz 啊嗰啲啊，而家喺玩具反斗城成日見到一啲坐僆仔入去，跟住就真係可以揸到嘅，即係有摩打有成嘅嗰啲，大約幾千蚊一部嗰啲，即係攞人哋 IP 做車，跟住買去。即係啲細細個咧，就揸住法拉利嗰啲啊。係啦，跟住拍派街嗰啲咧，跟住俾人碌死嘅僆仔。哇，好正啊！呢啲地图 g 系啊，顶。咁但系自己睇路啦。咁六九一八嘅，好开始直沽，差唔多，又唔使攞翻个盘先。如果有买嗰啲，咁啊，仲有啲咩？我唔贪心啦。郭奕森对车头灯好大，哎，郭奕森咪正。我见过，都系一面之缘，因为佢嗰阵时咧，好似帮过啲餐厅做啲宣传嘅，系。早五六年前噶啦，哦系啊，好似系帮过啲餐厅做宣传嘅，跟住嗰阵时我仲跑紧新闻嘅时候见过一面。嗰阵时佢系好耐噶啦，我做系拍紧即系头一两部戏啊，系啦系啦，嗰啲啦，未除下衫啊嗰啲啊嘛。因为我冇睇啊，你咁讲起你讲起嘅时候，我应该要睇下。系因为我同佢都某程度都有个比较深入嘅了解下，系啦。嗰五秒好重要，嗰五秒好重要，讲下笑啫，系费事俾人告诽谤啊！一阵间系啊，大陆有边套唔系任睇小米点起家？小米卖小米盒子啊，冇错啊，系啊，但有个人嚟讲，杨柳青边个嚟噶 ？Colin 都唔识就好大啊，系咯 ，Colin 识唔识啊？唔識佢喎，係咯，我都唔識就冇所謂啫。可能唔識真係一個問題，真係個問題，唔係問題。跟唔上呢個四仔界嘅潮流，係咯。咁啊，時間差唔多啦，我哋 take 個 break 先啦。一陣間啊，有阿小珍喺度，係啦，好啊，轉頭見啦，好，拜拜。